早晨，今日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日。地方直选方面，337万名的选民可以去到票站投票。李卓敏现在在长沙湾其中的投票站。卓敏，投票时间刚刚开始，你那边的情况是怎样？是啊，輝仔啊，咁我而家咧就喺長沙灣嘅其中一個票站外邊嘅，咁個票站咧就啱啱開咗門，咁不過咧一大班嘅老人家咧一早咧就已經嚟到票站外面等候噶啦，咁佢哋話咧希望可以盡早投下自己神圣嘅一票，就唔想咧搭一啲候選人提供嘅車咧嚟到投票咁，因為咧就可以咧希望可以提。憑住咧係良心咧去投票噶，咁大家又可以見到啦。咁雖然咧票站咧開咗門，不過咧裏邊咧似乎仲未準備好，啲老人家咧都要喺門口咧度等候噶。咁我喺度咧會繼續留意最新嘅情況，先將時間交翻俾鄧俊輝。好，唔該曬卓敏噶。咁投票時間由朝早7:30開始啦，活到晚10:30噶。我哋咧會繼續為大家報導咧選舉情況。下一節選舉快訊喺10:59。